望望大海，一块好似毫不起眼嘅石头，原来系一个海港入口嘅地标。隐藏喺都市丛林里面嘅小山丘，百多年前原来系握手航海要道嘅圣站。一个同陆地相连嘅游艇码头，原来系一个喺地图上消失咗嘅岛屿。一个又一个历史故事以密码形式隐藏在古地图里面，留给有心人破解。香港人知道了。谭广年是香港极少数的古地图收藏家之一，二十几岁就开始储古地图，到现在已经收藏了2000多张，部分更加辑录成书。我对地理中学时候已经有兴趣了，对当时中学老师给我们看的地图，我根本已经是表示是很诧异，因为地图里面可以包含了那么多东西。之後咧就輾轉去咗日本嗰度工作。東京咧就有一區嘅古書店，有時咧揾到好多啲當時中日戰爭嘅地圖，由此咧係引起我個對草地圖嘅興趣。香港呢方面個問題好大嘅，麻煩亦都好大，因為個濕度太高，咁所以我哋就盡量經常將用電量加大些嘅話，成日將你個冷氣機成日都開住，同埋加啲防潮劑。所以收藏呢啲地圖咧，我覺得係博物館係最適當嘅地方。咁我哋唔係博物館啦，咁唯有我哋係盡量做到好似博物館。一張地圖唔係淨係單係一張地圖咁簡單，而係可能係一個文化嘅傳承。鄧家就 Billy。是香港年轻一代的历史研究者，他亦都喜欢看古地图，但是有价值的古地图对 Billy 来讲就不是那么容易负担得到了。难处就是说他少得来的时候流传亦都不多，既然流传下来我们能够真的找得到的话亦都要价值不菲。我们现在尽量是用什么方法呢？就是影印，找到之后就影印，幸好又有电脑的可以 scan，平平地嘅，咁我哋譬如100-200元嘅嘢，咁我哋其實咧都可以去買一啲翻嚟。Billy 你好，多謝。Billy，我哋睇睇，呢張係陳文炯嘅五口沿海圖。咁就呢張圖咧係啱啱最早期咧係有紅香爐呢個名字出現嘅。呢張圖咧由遼東半島一路去到中國同呢個越南嘅邊界嘅，呢個海岸線唔係一條直線嚟噶啦，咁但係呢度咧佢個圖卷式咧就變成咧將呢條海岸線咧係拉直咗，咁就所以咧係要大家要有啲幻想。中國古時嘅地圖繪畫嘅時候並冇經過嚴謹嘅測量。制作的目的是俾皇帝、官员知道国家的领土范围和不同地方的相对位置。中国人到清后期为止都认为地是平的，北边就是在地球的中央。中国古地图因为它的画法的问题，尤其是那些地方志的图是随意式的画法，用現代地理的嚴格的看法不是十分準確的，但是依然有它歷史的意義在這裡，因為至少個縣名或者地方名是在哪裡的附近，這個依然可以準確地說出來。是的，譬如這裡這張是另外一張。很多人看地圖第一樣東西找的就是自己身處的地方是在地圖的哪一個位置。香港这个地名19世纪初期才在地图上出现，之前的古地图在香港岛的位置可以找到红香炉这个地名。其实红香炉就是香港的位置。是的，没错了。
這個位置都是十分重要的。紅香爐這個位置，即是現在香港這個位置呢，就是握守住呢是福建通廣州的一個要道。啲船如果喺福建嗰邊落嚟咧，就經呢個佛堂門，就轉入嚟咧，就入香港而家所謂嘅維多利亞港。嗱，呢度有個叫鐵尖石地方，寫喺佛堂門上面一嚿黑色嘅石，所以叫鐵尖石。如果講遠啲咧，宋朝皇帝走南嘅時候咧，都係經佛堂門入紅香爐，然後喺而家嘅松旺台附近咧，係喺嗰度咧係棲息咗三四個月嘅。咁呢個咧就係表示咧係一個政府嘅機關。中國文獻記載，清朝時候紅香爐係一個信站，有駐兵用嚟監察進入廣州嘅船隻，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亦都因為咁，紅香爐曾經成為香港島嘅總稱。嘉慶後期、道光初期，做當時咧係已經好多外國人喺度咧係做生意，而且係有啲走私嘅活動。咁當時咧係清政府咧特別咧係將紅香爐升格咧稱為一個水信咧，將水上面個交通咧係規管嘅。咁所以你見到紅香爐呢度咧係除咗一個欄山之外，就中間咧仲有一個屋，呢間屋咧就係當時當地官員所居住嘅地方。紅香爐個位置咧係喺史書上面記載咧就喺香港嘅東部，係等於咧係而家銅鑼灣嘅天后廟。Billy 几年前同几个志同道合嘅朋友组织咗香港史学会，除咗出书、举办讲座之外，仲会搞古迹导赏游，介绍香港历史。我哋睇翻呢度出边个位咧，而家填咗海咧，就叫维多利亚港咧。其实你睇翻出边咧，系当时系一个凹位，系我哋专系泊船用嘅。所有船入嚟香港，佢就要喺呢度停低。呢張咧英國人嚟咗之後嘅地圖係喺1888年，我哋睇翻呢張咧即比較準確啲㗎啦，因為呢西式嘅舉圖法。我哋而家企嘅位置其實就喺呢一個凹位，所以今日我哋其實仲可以睇到當時嘅樣子啊，成個位置。咁基本上咧電車路出面就係海嚟㗎。咁今日咧我哋就特別啲帶一班嘅攝影愛好者咧，就一齊嚟睇下以前嘅歷史。而今日最特別嘅地方咧，就係我哋攞埋地圖，同佢哋一齊睇下而家嘅嘢同埋咧舊史嘅對比。儘管嘅地貌係有變化，但係咧親身去睇嘅時候咧，成個立體嘅畫面再加埋實物嘅聯想咧，係會幫我哋加深對嗰個歷史嘅認識。話説啦，以前有個紅香爐漂浮去到呢、這個灣岸嗰度，咁於是乎啲人就覺得啊好神奇喎，咁樣有紅香爐喺度，咁所以就開始就供奉呢一個天后，就因為多人供開始供奉啊，咁於是乎啦就變咗一個港島嘅一個統稱。我哋喺地圖揾到一個地方嘅位置之後，跟住就會問呢、這個地方係點去嘅呢？入口喺邊呢？到底喺古地圖裡面香港嘅入口係喺邊呢？我將近期一啲嘅圖睇一睇。呢張英文叫做 Macau Road， 即係去澳門嘅通道，係東印度公司啦，係1810年嘅地圖嚟嘅。其實呢張圖係一個影印本嚟，因為原圖咧而家喺英國嘅博物館裏邊。咁但係呢張圖咧怪嘅怪在咧係澳門咧係只係喺個圖嘅旁邊，最正宗最重要嗰部分咧，實際上係而家嘅香港嘅地區嚟嘅。英國人一開始嚟嘅時候咧，係好希望同中國做多好多生意，咁但係咧就苦無一個地點有佢嘅落腳點，因為唯一當時嘅可以落腳地點咧係葡萄牙人已經佔咗就澳門。真一定要發展同中國嘅貿易咧，佢哋嘅重心咧係應該係喺呢個珠江口嘅東岸，係揾一個好嘅地點。佢哋就畫咗張去澳門之道嘅一張海圖，但實際上佢哋嘅意思咧，就係實際上咧係我哋要同中國做貿易，除咗澳門之外，呢、這個就係我哋嘅另外嘅選擇。哎呀，船家，我哋都想喺呢度出去，然之後喺呢度咁入翻嚟。都可以，我呢個叫佛堂門咯，我哋就喺呢度出去。
出過去咧，你影完又再翻翻去。啊！而家我哋咧就係睇翻好似地圖嗰，同以前福建嗰啲船嚟香港一樣咧，去到東龍島，東而家叫東龍島啦，即係以前嘅佛堂門啦，佛堂門。咁啊喺嗰邊係北佛堂門，呢邊嘅南佛堂門，兩個之間咧就駛入去而家嘅維多利亞港。咁啊，跟阿譚生講咧。應該是認到上面前邊尖尖地嗰嚿石頭，認清咗呢個地標就可以在呢個位度入去啦。咁喺航海嚟講，其實出到個海裏邊，個個都係一樣嘅個島。咁點樣認呢？其實就可能靠嗰少少嘅石頭認到個島。呢個係一個比較新嘅感受咯。喺嗰個年代嚟講，呢個係進入香港嘅一個重要地標。呢張圖咧就已經咧係寫住咧係局外秘，即係已經係一個秘密嘅地圖嚟㗎，即係出邊啲人咧就唔可以睇得到。地圖除咗係航海不可或缺嘅工具，喺戰爭期間，精確嘅地圖更加係軍事秘密。早喺上世紀20年代，日本已經繪製咗精確嘅中國地圖，特別係沿海圖，令到佢哋喺戰爭期間掌握到準確嘅行軍路線。从事航运事业多年的谭广廉非常清楚正确航道的重要性。在日本生活的时候，谭广廉就收集到一些日本在二次大战前绘制的地图。这张是较为小的，这张是军用地图，因为接起上来这张容易一点，就军队可以带埋去。这张图就有等高线的，就是说山脉河流的位置都很准确。呢張圖喺而家嚟睇就好似好簡單一張地圖咁，但係喺當時1930年代，中國本身嘅測繪圖都係啱啱開始，嗰個仔細程度、嗰個準確程度咧，仲未及當時嘅日本地圖。咁所以呢張咧睇上嚟好似係好簡單，係好普通一張呢個係地形圖嚇。咁但係咧係喺當時嚟講，呢張就係一個好先進嘅一個軍事秘密嚟嘅。咁所以呢張咧就唔係局外秘咁簡單，呢張咧就係極秘，就係呢張咧因為要嚟打仗嘅，就算冇香港嗰啲海底電纜嘅位置啊，嗰啲都畫得好清楚喺度。中日戰爭，中國點解俾人打得咁凄慘啊？實際上，因為中國係由一個好低點開始近代化，同日本人做生意都知道咧，係日本人嗰個計劃係十分詳盡嘅。呢啲圖咧，真正正係為咗佢嘅侵略功夫而準備好嘅地圖嚟嘅。睇舊地圖，除咗可以好宏觀咁研究歷史之外，仲可以帶住佢親身行過地圖所指示嘅道路，微觀咁觀察生活嘅轉變。任正全 Ricky 係一個較為好動嘅收藏家，佢中意照住圖示實地考察。嗱，呢度就堅拿道西啦。咁其實呢條天橋咧，係未做天橋之前咧，係個運河嚟嘅。基本上咧，堅拿道，堅拿中文係咩嚟嘅咧？嗱，如果你睇翻英文啦，你就會睇到係 Canal Road。Canal 其實係指一條運河。咁啊，我哋睇地圖咧，其實都會睇到藍色嘅地方咧，未填嗰陣時咧，係有條河就黐住去跑馬地黃泥涌嗰邊嘅，亦都係好似呢一則。係啱啱正正就係堅拿道天橋嗰個位置，都睇到成條痕跡喺度。即係人要感受一下呢啲咁嘅，哇！百幾年前嗰個氣氛同而家，50年前同而家，咁我覺得係好開心啦。地圖我都儲咗都有20年㗎啦。咁其實細個啲已經中意睇地圖嘅。因為始終都是香港人，咁啊自己又中意行街，中意周圍逛逛逛下咧，有時都去到一個地方，一個區域，可能自己未去過嘅。咦？咁我點樣可以去行呢一區咧？點樣去了解呢一區咧？就開始睇地圖噶啦。拎起一張地圖就發覺，哇！原來
好多嘢睇，即係睇地圖唔係淨係話我認識呢一區，而係會睇到嗰區嗰個街道、嗰個城市個規劃、呢條街、呢幅相、呢個地貌，咁啊自己啊又可以砌到一個立體嘅地貌出嚟，咁啊自己好開心。咁我自己本身個人中意做一啲民間地圖嘅，即係一啲書局出嘅地圖，即係由20年代啊、30年代，即係上世紀啦。咁你見到個吸引嘅地方就係好地道嘅街名，好地道嘅建築物，即係好似見到而家嘅天馬艦啦。你見到嗰陣時金鐘嘅位置，佢以前叫做水師船澳。咁或者你見到將軍府。原來是以前的英軍三軍總司令的官邸，中上環那邊高街那裡有一間舊的精神病院，現在就改建了一間社區中心。以前看回地圖很有趣，它叫做癲狂院。看這幅照片你看到、那個高街那個癲狂院那間建築物很漂亮的，原來以前華人即係佢點樣睇一個建築物，點樣睇個街道呢，其實又用佢自己好地道嘅即係寫法寫落去。對照唔同年代嘅港島區地圖 ，Ricky 見到港島嘅地貌一直轉變，海岸線更加由於填海而不斷咁移動。唔同嘅年代，你睇到香港個海岸線。即係填海嗰個發展一路係咁推出去，由皇后大道東推出去莊士敦道，跟住再軒尼斯道，再告士打道，去到而家個位置。哇！你諗下呢八幾年嗰個轉變，一路填出去，咁亦都睇到地圖就可以睇到啦。而家我哋睇緊呢一張咧，係1949年嘅地圖，紅色嘅部分咧就係英國人嚟咗之後填海嘅地方。咁我哋睇翻呢張1842年。我哋睇到，我哋而家身處嘅就係皇后大道東呢一個位置，其實就係一間紅聖廟。紅聖係一個海神，所以佢一定係喺海邊嘅位置。而家我哋個仲有一個牌匾，就寫住望海觀音，證明呢度出邊本身就係海邊。其實我哋今日嘅行程咧，就主要睇香港島嘅發展，尤其是咧集中咗喺銅鑼灣同埋灣仔呢一段。時移世易啦，其實好多嘢已經睇唔翻噶啦。咁我哋就嘗試用地圖呢個方法，俾我哋嘅參加者咧，係喺逐個景點裏邊咧，係去理解翻當時嘅情況。有冇諗過，我哋每日行過嘅街道喺從前其實冇存在過，又或者根本就係一片汪洋？沧海桑田，同一个地方，唔同年纪嘅人会有唔同嘅记忆。冇谂过，原来即系因应唔同嗰个时代嘅需要而去逐层咁样填。即系其实我即系可能咁大岁一睇，已经啊，原来湾仔已经去到呢一度。其实我以为佢系即系一夜过已经填到呢一度咁样。根据1960年嘅地图，九龙半岛嗱，我哋而家企个位置咧，其实海嚟嘅，海里边一个小岛啊。以前地圖咧就叫做海心廟，四圍圍住海嘅。咁但係去到今時今日，已經呢個島咧消失咗啦。手頭上有一幅照片，亦都可以睇到呢個島呢、這個魚尾石。哇，周圍都俾啲海水圍住嘅喎，都係一個小島嚟嘅喎，仲未連埋嘅喎。1962年至到1964年之間咧，就經過填海啦，土瓜灣填海就將呢個小島填埋咗落呢個陸地裏邊，就喺個地圖裏邊咧又消失咗啦。地圖咧係死物嚟嘅，咁其實我點樣可以將佢活化呢？哇！睇住個地圖，揸住幅相，一路望緊一啲已經消失咗嘅建築，消失咗嘅街道，消失咗嘅光陰。喂，咁我假以時日，唔知幾多年後我又唔喺度啦，咁又如何呢？咁大家喂，我就自己會諗下，要珍惜而家擁有嘅嘢。係呢張就係一個戰前嘅一張航空照嚟嘅，咁吉列島咧係好清楚喺呢張相咧，就依然係一個孤島，係當時填海咧係仲未填得咁出嘅，呢個係軒尼斯島。呢張相咧就唔同，呢張相咧就已經係戰後嘅，當時遊艇會已經搬咗上嚟呢個吉列島嗰度，已經個建築物咧係好清楚啦。百多年嚟嘅移山填海，令到香港有50多個小島同陸地連結起嚟。从此在地图上消失，曾经亲眼见过这些小岛的人可谓别有一番感触。
其實嚟到吉列島，俾我有一個好濃烈嘅印象，關於古人講話滄海桑田。小孩子嘅時候，我永遠都唔會估到會自己行路入嚟吉列島，因為當時係一個外國人嘅俱樂部，都係要遊艇先至可以埋嚟呢度嘅。咁而家我自己行上嚟，印象咧係好奇怪，亦都覺得呢個係香港進步嘅另外一面。香港進步得咁快咧，喺呢度亦都表現得好清楚，因為出邊而家都有好多呢啲等船喺度咧，係起緊呢個灣仔銅鑼灣嘅繞道，亦都係進步嘅另外一面。喺我嚟講，地圖喺呢方面就已經係最有意思嘅，可以記錄咗以前應該呢度係應該係點嘅樣子。